防医院近日发生的伤医事件，请问卫健委是否介入？那如何评论这次恶性事件呢？那么卫健委后续是否会出台相关的规定和规范，妥善处理医患关系？刚才您最后说的一句话，说这个对于医患的纠纷，我们应该下一步如何处理？这里面呢，我这个特别明确的指出来，这不是医患的纠纷问题，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。杨文医生呢，对待患者态度和蔼，非常的耐心。我们听到这个事件的消息之后呢，心情啊，非常的沉痛，更是特别的愤怒。杨文医生呢，是一位优秀的医生，是工作中的骨干，是家庭的支撑。这种伤害医生的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这就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一贯的态度。